你为什么会拍戏的小时候？小的时候，他跟小的时候练武术有关系。武校啊？嗯，就自己去武术班。武术班，然后呢？怎么挑到你去演戏啊？就因为武术班，然后在比过赛，然后呢，当时那个上海武术院的老师呢，对我有印象。嗯。然后就那时候有一个真命小和尚的剧组。哦，就找人。找人，然后那个老师就是介绍推荐了，然后给剧组看，就这个原因。后来就连着这样拍下去了，开始了。其实你们戏一直在拍的嘛，对不对？嗯。不过我在就是小的时候开始拍，然后到高中快大学的那个阶段，然后大学的时候这停了好几年没有拍，完全没有拍。哦。所以大学毕业以后再开始，就要重新开始。这多久以前的事情？大学毕业以后，大学毕业到现在也要10年了。啊。嗯。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很长，等于重新开始。这个过程长，要去找对自己